我们这个2013年第一届海峡两岸优良食品展到了台湾，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看到是我们的台湾的珍珠奶茶，我一定要来找找看哪里有珍珠奶茶可以吃哈。哎，啊，走到了，这里是我们的优良食品哦，珍珠奶茶。哎，在这里就是台湾的珍珠奶茶，还有手工珍珠奶茶加纯奶。一喝了真的会上瘾哦，我一定要来吃。这是纯奶吗，老板？是哈，那给我一杯好吗？好。哦，来，多少钱？20块哈，好了。好好吃哦，这是真的是道地的台湾的味道。我找好久才找到了这一家。最新鲜的牛奶的味道，还有我们的珍珠的那个 Q 感。还有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很难讲的味道，我一定要问一下老板这个是怎么做的，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在澳门好在世界各地哪里可以吃得到我们这么好吃的珍珠奶茶。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哎，可以请教一下，是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我们是位于台湾台南的安平，我们就在安平古堡的安平古堡的旁边。是。哇，那这个这么好吃是怎么样来的？你可以告诉我说珍珠奶茶的由来吗？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听得到。啊，因为我们珍珠是完全手工，是由我们老一辈的古法这样传承下来的。那我们店在台湾已经有60年的历史。那我们在台湾有两种波霸，现在因为珍珠外面以前就是黑珍珠嘛，那我们从白，我们现在又有自己设计的白珍珠，就是原味，它超级的 Q 感，在我们珍珠里面哦，我们可以保存6个小时的一样的口感，外面的珍珠1-2个小时搞不好都烂烂的硬硬的。对啊，我现在吃的这个部分哦，好 Q 哦，这个 Q 的感觉跟外面吃的时候是因为时间的部分还是烹煮的时间不一样？手工的部分。手工的部分。手工会比较跟那个原物料会比。原物料比较好。是，那我想我吃到这个好好吃哦，这个感觉好好吃。珍珠你看看，那这个珍珠里面有 QQ， 我还吃到有一个冬瓜的味道，是不是？是是，我们冬瓜是采用冬瓜，然后再下去加工，再蜜上黑糖。冬瓜再加上蜜上黑糖。是是。所以才会有这么好吃的味道。是是是。那我们在澳门这一次的食品展，除了这个找经销商。那么其他国际上来讲，或是大陆各省里面，我们有经销点吗？我目前没有经销点，但是很多厂商还是会向我这里来拿货，因为我都会参与我们台湾包衣贸协会这里的一个名品展。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要到台湾到哪里可以找得到您的加盟呢？啊，那我的电话是00886972772777。那我们就在台湾台南的安平古堡老街 T 字路口，所以是来自安平古堡老街 T 字路口的最佳好吃，我们可以认得一下我们的金华61哈，我们台南传统美食在这边，台南市的传统美食可以看得到。哎呦，还有一个特别的，我记得有一个叫绿豆蒜，是不是？是是是。那在我们现场可以看得到吗？那绿豆蒜，因为我们这次没有过来，绿豆蒜是我们三代传承的一个甜品，它可以吃，冬天吃热的，那夏天吃冰的。冬天吃热的，夏天吃冰的。是是是。哇，那真的是。也是我们60年的一个甜品。所以我们到台湾还是可以找得到咯。对对对，这是我们主要的招牌。好，谢谢。金华61前进大路 ，Go Go Go！